经典名曲哈，管子的经典名曲叫《江河水》。这是一首非常哀怨的曲子哦，然后这个曲子也有改编在很多作品里面，像是《二胡》，也有《江河水》类似的这样的作品，同名的作品。非常特别的乐器，各位拿起来让我们同学看看这个乐器长得什么样子。它其实就是一根管子哈，对，非常特别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了吗？
再来是由我们新加坡的同学为我们带来扬琴的独奏。对，曹哥，那曲目的名称非常特别哦，叫做《Skylark》。这个是一个英文，那这是一个很西式的作品。